我没有想到你变得那么坏，你竟然在学校里面偷钱啊！你弟是偷钱去买那些 Pokemon 卡，那些卡害死你！你除了偷了俺弟的钱，还偷了谁的钱？还有那些钱呢？为什么没有在里面？钱呢？好呢？钱呢？好呢？钱哪特别呢？再见！为什么你要偷钱啊？你要的东西呢，我都买给你。Pokemon 卡呢，已经这么多了，所以才没有买。你竟然要去偷钱啊？手伸出来，伸出来！啊？为了 Pokemon 卡啊，你居然去偷钱啊？啊！啊！啊！那么多卡干嘛？啊？你说，我没有买 Pokemon 卡。你，我只是想买你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来看我的演出。